寡人把这后宫3000粉黛佳丽尽数交予，若是能指挥若定，寡人就拜你为吴国的大将军。大王，军中无戏言，父王一言既出，助通未定，岂能是戏言？请借大王宝剑一用，以振军威。这是寡人的庆影之剑，寡人将它赐予你。执剑者，上可杀太子王妃，下可杀庶民百姓。孙武，寡人就将吴国交予你了。朱雀、玄武两队听令，知道你们的左手和右手吗？知道，这还不知道？知道你们的前胸和后背吗？知道。好，拿起戟来，向前看你们前胸的方向，向后就是后背的方向，向左转向左手这边，向右转向右手这边，听鼓声向前走，听鸣锣席地而坐，擂鼓鸣锣。可以坐了，说将令不明是将之罪，令行不动是族长之罪。哎呀这个甲胄太沉了，太重了，一点都不好玩，沉死了。大王，我不干了，如果令不行禁不止，我就要治队长之罪。听鼓声前进，听鸣锣坐下，擂鼓前进。孙子兵法都成了笑柄了。肃静！执法官，在。把朱雀、玄武两位队长押到前面来。遵命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你们弄疼我了！你干什么呀？快！放开！将令不言，治将之罪；令行不动，治族长之罪。你们俩身为两队的队长，可知罪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为将之道，贵在有威，威行于众，才能动三军如动一人。今日孙武替大王行令，令行禁止。执法官。将他们俩斩首示众。将他们俩斩首示众。司令，两军士兵听令，拿起戟来。